长高十厘米呢？不需要吧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个人可以保留一下吗？啊，醒哥，你这、啊、当年他们那个我刚入行的时候，那公司选那个演员演偶像剧，我就差十厘米，不说了。没事，有苹果香。没事，有苹果香。哎，今天是少了谁啊？你坐在他的位置，已经忘记他是谁。我不记得他来过。哎，我们今天是不是有一个新的任务啊？以下的目标：买房买车。庸俗，庸俗的。什么是我伯连都？已经有人已经完成了，还猫狗双全，真的。浪迹天涯也不太需要吧？长高十厘米呢？不需要吧？等一下，这个我个人可以保留一下。醒哥，这当年他们那个我刚入行的时候，那公司选那个演员演偶像剧，说你什么？就差十厘米。没事，有苹果香。哎，醒哥，粉丝叫什么？醒醒。醒目，是这个吗？哦，这金堂木，不好意思。醒目在广东话在神某宅，是出面搵食咁多年，乜嘢语言我唔使讲啊，广东话。我怀疑他说的不正宗，我能听得懂，感觉你这个个性签名就感觉你这个人被伤过很深，主要你这个人设吧，就是大家都知道了。我人设有什么问题？请问我的人设怎么了？有钱、啊、人傻钱多。这两句都不准确，钱没那么多，人也没那么傻啊。今天是少了谁啊？你坐在他的位置，已经忘记他是谁，干得漂亮。我不记得他来过，这个位置本来就属于我。这么聊的话，妹妹，嗯哼，我跟阿普也挺开心的。哎呀，没有了没有了，浩哥浩哥，欢迎回来，爱你哦，浩哥浩哥，对对对。哎呀，今天哥哥不在，那你们都是弟弟妹妹啊，那我必须不能让你们了，照样预测一波胜负吧，是吧？我觉得逆战去吧，他们应该是带着他们憋了很久的气儿回来了，我觉得应该不容小觑。三十年河东，三十年河西，超越今天都当团长了，逆战去为什么不能赢？就是，你看前几期不停地被浩哥压制。对，但是我还是很自信的在反抗，最后把浩哥熬走了，自己坐上了团长的位置。你看看这个证明了什么呢？只要你熬得久，总能看到希望。是的，只要你没有离开这个战场，永远有翻盘的机会。对，反正你想清楚，因为万一就是明天浩哥再回来，你要怎么去跟他再说出这番话？他不会回来了，我已经打电话就是让他们把他扣下来。哦，你是这个节目的 boss， 我明白。是的。各位玩家，今天的机制游戏为命运轮盘，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期规则。接下来这场比赛是非常残酷的，我只想让队伍能够取得胜利。哎呀，小心小心小心，哎呦，小心小心，别崴了。那边这个这个这里白的白的白的，一分钟差太多了，直接拍啊！哪怕只有五分之一，这个愚蠢的行为我不能接受。对手都跳过了，他为什么？这个选择太糟糕了，一切的就交给最后的命运。各位逆战区的玩家，今天你们将以团队的形式与主战区玩家正面对抗。他们要回来复仇了。我对我们还是很有信心的，因为跟任何其他玩家对抗都不遑多让。祝他们好运吧。三二一，加油加油加油！这场比赛好好的打，一定要打回去。这个地方不要再中第二版。十点生命值，逆战区十二点生命值，我们加到15，逆战区抽到19个生命值。不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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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20，成交！恭喜主战区的玩家，主战区大获全胜。我们需要给对手造成一个复杂局面。我们已经做到我们极致了，压力给到逆战区，那真是逆战啊！曹植都是七步才成诗，你让人家不超过六步，看你承不承受得了这份压力。好不容易有机会杀回来逆战一次，结果又要输，只能听天由命，赶紧回去继续农作吧。哦，哇哦，这个有点精彩，有点精彩。哇哦，你这衣服像易烊千玺。对，今天就是有点男团的感觉，是吧？就是人不像。天然先倒来了，来，你别上来就倒，好坏呀、啊！哎。哎，俯卧撑了，俯卧撑了。你这件衣服好好看。是吗？服装老师准备的。你这个小绿茶，你这也要骗？骗男人不骗女人是吧？行，坏东西。晚上给你踢出房间。昨天我住进来之后，
他们两个人都在问我入住感受是什么样的。早上我是伴着雨水在我的脸上醒来的，让他们来住这里，我要回去住大船房。天哪，我好感动，我这几天来第一次吃饱饭。哎，好痛苦啊，这是最绝望的。那不好意思了，知道我实力不行，所以我运气一般都还可以。哦，那你点的账啊，恶心恶心。那我这边已经赢了。